用曾善美今天来跟上人分享，过去一些资深的师兄师姐都已经在病苦之中，他怎么去克服这一段时间的困难。早期长年以来，林兆雄师兄在台中分会、在花莲、在大理慈济医院的建院过程，九二一的救灾、九二一的希望工程，都有看到他拍照的身影。只要一通电话，他使命必达。因为这样的一个勇于承担，在台中我们都尊称他一声雄霸。在四五年前，他身体出了状况，因为他不能拿相机，因为他耳朵需要戴助听器，整个人萎靡不振，足不出户，身体瘦成皮包骨。当弟子去看到他的那一刹那，心里有很多很多的不舍，所以我开始邀约早期的文轩，我们那一群的跟雄霸很感情很深的一个革命情感的师兄师姐，不定期的去家里探视。去家里探视还不够，还要把上人的法，还要把上人请出来告诉他，希望他从上人的法中振作起来，恢复他的健康。我们是这样为什么在看我是弄得叫我开和田礼和和书童，祝福天下无灾难，祝福上人法体安康，叫我做环保啊，心化香。我伫文道中呢，也闻到教化心之，如见思缓慢心行道，直至中门人间路。啊，慈济人内修成正信时，外行慈悲喜舍。啊，做环保虽然是小事，但是我做法真欢喜。啊，最后报告上面，第四个我身体嘛已经恢复七八分的健康，嘛对三年前的一只虫变作等于是袂良。啊，另外要再次跟上人发愿，衷心谢谢对师行行菩萨道，感恩上人，真正是因缘，足感恩因缘。我足期待大家人要认清因缘，佛法啊，你安怎修，安怎深呐，安怎看，都无离开因缘。深有深的因缘，看有看的因缘。所以呢，修行道理呢，就是爱讲因缘。师父定下讲，无迷信。不可迷信，但是呢，一定要相信因缘，这个因缘果报啦。那现在所得的，实在是一个果。啊，因为过去的因，所以呢，结果我伫遮，恁伫遮。当然，咱共同上可贵的呢，是共同啦，组织的道路。组织路，大家人跑，最后您爱家己对生命盘点，一定也要有志工，唔是讲吼，啊，都师父叫我做，我就做啊，唔是哦，师父只是一个因，那缘呢，家己爱把握。师父讲啊，咱来做，大家人有缘。所以你若把握缘，那就是对师父讲，咱来做，大家人去做。所以讲，咱爱好好做，咱爱集中，这就是照这个因。那咱要结众生缘，伫组织内底，我伫咧做组织啦。阮组织有啥物？啥物？啥物？啊！你欢喜来啦，入来，你爱家己来体会欢喜，啊！你都会当伫这内底感受、处理，吼、哦。伊若无入来，无感受，伊都无法度出来。住在呢是要永恒。你若无入来，无感受着，哪怕道理所再深。其实也感受不到，也嘛亲不到。
无法度亲，所以有去做着这个事与我有关，我付出，我开心，人间有感受，这样的道理成为事实，给予人间呢有所感受。病者得医药，贫者呢那得资粮，我们可以给他的资粮。所以说起来，这贫病啊，是咱菩萨就是为着这一大事。因为贫与病啊是苦，菩萨就是为这样的一大事。佛陀呢的教义，行菩萨法，《法华经》为一代书国出现一世。一代书是什么呢？就是走入人群，因为苦难众生。经文啊，为咱修行的方向，那都有地好打啦，不是悬空的道理，是脚踏实地，脚踏实地，咱才有法度静静行。这就是吼，佛法爱静静，因为呢，佛法在人间，人间因为苦，才有各家佛陀引导咱行。啊，这吼是辽阔的道理，大干五家，他就是。悲悯众生，众生我们能感觉的，那就是在地球上，地球上有很多的众生，不是只有人而已，人若教育得好了，所有众生生活就自在，只要对人教育得好，其他的众生各有伊生活的境界，让他自由自在，天空飞的，不要有打猎的人；地上走的，不要有伤杀他的。那人哪过会好啦？自然的天地啦，人间都平和。咱起码八十亿的人口啦，地球是超载啦。这个时阵要安怎？我看迄个纽约的气候时钟，现在剩有6年多的时间，让我们赶快积极来拯救地球。这个空间呐、啊，要安怎样会减碳？剩6年多的时间，每天都、就是。苗苗苗在减啊，一直减啊！咱即马都爱真认真，要安怎顾好地球？要安怎样呢？人物件爱爱惜，一直消费，伊都是一直制造，伫咧制造所有物质的过程，那就是在碳，碳一直一直制造出来。所以吼、哦，简朴生活是很重要。大家人忧福同享，但是呢，要共同呢，共同造福，造福对咱的生活品质，那是不会减少。实际感觉起来，大家呢很亲，是群。群众生活，啊，咱实际的众呢，都是共知共事。咱会当直直讲，直直讲，那不要说无路用的话，多说好话，有教义，哦，可以呢，启动人心。所以讲起来，你厝边隔壁啦，砖头啦，等等。都一旦去广结善缘，先导实际，要如何呢？把爱护地球的观念，好、哦，大家人爱知，这是
咱有责任，剩六年外的时间，好好咱吼宣导如何减碳。六年，这个中间哦是关键。你这个六年的时间，咱若会当讲做得好，地球啦，这个就会平安，自然的气候啦，它就会真正的自然，才不会呢气候变迁哦那么的强力。这就是大家人会当努力，啊，请大家啦，那实际是啦。那行足这路，大家人呢，那份情，就是甲友情、菩萨情啊，那爱呢，清净无染的大爱，爱爱到情爱长，这是师父吼，很期待吼。